还要带你来关心新鲜人求职的问题。高学历已经不再是求职关键，有时做能力比较吃香的，我们就告诉你哦，这是根据 Cheers 杂志针对2000大企业所做的调查显示，企业最爱的大学毕业生前30名当中，科技大学占了1/3，排名是普遍上扬。除了顶尖大学之外的国立大学、老牌私立大学还要更受企业主的欢迎，而除了台科大、北科大之外，其他都来自中南部。另外，成大、台大近年是轮流登上企业最爱大学毕业生榜首，而去年落居第二的成大是再度重回榜首了。